难叫得到，很难叫得到。因为临时车必须要有人取消了之后呢，你刚好在那个时段，那刚好可以一起进来才叫得到。这样。不然那个车趟次几乎都排满了，叫临时车不好叫。这样。叫临时车。我看到你上面还有这个叫做这个GPS 导航这样很方便要去哪里都有导航系统可以帮忙是不是？这导航是我们自己司机的。是司机的，不是他们。不是公司的。那是对你们自己不是公司来那个的。不是公司提供的，是。是你为了这样比较方便哈，这个我这个113块是已经打过折的，还是还没打折的？就我们下车要付的钱嘛，对。好，知道。这个打折。你是说是我们是三分之一吗？跟普通计程车来比是三分之一的。对，收费的方式是跟计程车比较起来是计程车的三分之一。所以这个、这个表已经是计程车的三分之一了。已经是计程车三分之一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是我会把这个。报道出来。